是没看过。大家早安，冲浪。好浪，好上网，哈哈哈哈，你吗？快收一收，然后去拿板子。很期待，很期待。Let's go, let's go。我们要到啦！要在这里吧。好，好，可以了。可以拍哈，可以拍。这一张都是50几啊，50的。看你，他浮力写在这。哎，后面的。啊，对对对对对对，这里这里。哦。29.8。我有一段时间没冲。29的浮力。但其实我应该是要冲那个浮力才对。30。这个。这个我都是故意冲大一点，这个50比你矮一点，对对，板子比你矮一点，但是它的那个浮力就29。不过照理讲，我应该是冲29是比较适合。那你冲，我可以试试看，好啊，因为刚好这几天还有浪，我可以试试看。对啊，我觉得你可以试。它的板子哦，我那边不是有发两个图给你？对，它上面有讲，它有7条卡缝线。哦，这是卡缝的线。卡缝线，对，然后卡缝线。它没有龙骨，但是它不会断。哦，你摸它其实蛮坚固的。然后它是一种特殊的那种，特殊的那个玻璃玻纤。这算EPOXY吗？EPOXY，然后你它玻纤布是特殊有条纹，你在太阳下看得到。哦，不会讲。哦，蛮特别的。对，蛮特别的，所以它蛮坚固的。哦，冲起来我感觉蛮坚固的。如果你装40度的话，速度很快；如果浪大抖的话，要装40度，然后管很好进。哦，对，然后拉很快，拉伸很快，所以你上次是装40多，我上次装40多，好诶，期待。现在准备要来试一下这一张 NAP 的冲浪板。那 NAP Hyman 呢？大家知道他是谁吗？他是一个非常传奇的一个冲浪人物。如果不知道他的话，但你们应该知道 FireY 这个品牌，就是他一手创立的。所以呢？这个板子呢，基本上就是一个传奇制作的板子，好吧？那它的名字叫做 Retro Rocket， 意思就是复古火箭。那听到火箭就应该会想到这是一张性能板，但是又是复古，
那复古的主要大家会觉得是什么？应该就是像是smooth 啊，比较平滑一点啊，然后比较chill一点的感觉。所以它基本上它的头可以看到比较没有那么尖，对不对？所以它会有一点这种复古的感觉，我蛮期待这张板玩起来的感觉。但是我自己现在这张拿的是无齿石，它的浮力只有29点多，我已经很久没有玩这个浮力了。然后今天的浪没有到很大，已经变小了。如果这种浪要让人玩得起来，代表说这张板子还是可以玩一点小浪的。那我自己会下去冲看看，等一下再跟大家来分享一下这张板子。 OK, Let's go。我觉得很久没有碰这个浮力了。想象中好玩，而且容易，而且今天浪很小，想说应该玩不动，结果可以做到我以前做不到的动作。下大雨，哇！然后来跟大家聊一下这张 Nest 的这张冲浪板。这个板呢，因为老实说，我其实蛮久没有冲浮力小于30的板子。那其实，哦，有车子。那其实我也想要为今年的冬天来准备一张冲浪板，就是大概29到30之间的浮力这个板子。那其实29我以前有玩过，尤其对性能板我会有点恐惧，因为以前玩就是觉得自己没办法斜跑啊，然后没办法加速啊，因为光站都站不稳。不过这张蛮特别的是它的板头，它的中间到板头其实稍微宽一点，然后它的板尾收的比较窄，所以它其实可以保留原本追浪原本的平衡，然后让你有速度可以下浪以外呢，你在做转向的时候，你的后脚只要有踩到对的位置，它的转向是蛮灵活的。对于我觉得要比较进阶的朋友们，是一张蛮适合的板子。最重要的是它不是随便的一张板，它是传奇冲浪手削的板子，所以在品质上面我觉得是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。当然还有很多的细节我没有讲到，大家可以再研究，或者是可以私讯我来了解。那这一张板子我觉得我可以推荐给大家，而且我可以拿到的价格是18000，非常便宜，全新的板子。那每一个尺寸各有2张，所以如果大家要的话，要抢要快。那如果你们不懂的话，可以来私讯我 IG 或是
FB 私讯我，因为 YouTube 没办法私讯嘛，所以你们在两个地方来私讯我，然后来了解这个板子。OK， 所以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，可以跟我说，然后冬天一起进步。好，下一次要能拿到这么便宜的中浪板，不知道什么时候，所以把握机会。那我们下次见了，拜拜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威毅，谢谢你收看这支影片，别忘了记得按赞、订阅与分享哦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